软件检测显示，这段视频的确是拼接的。那段所谓我推玫瑰下去的视频，拍摄于一周前，应该是安子辰特地找人去演的，和其他视频剪辑在一起，想混淆视听。 就知道他在骗我，这么就白忙活了。不过，这段视频的确拍摄于12月9日8点35分，也就是你姐姐死亡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我姐死的时候，安子辰就在现场，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光有这个还不能确定。 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把他逼出。 是走向辉煌，其实早就带着安氏上了贼船。袁蔷薇，这种事儿，说什么呢？还是狗咬狗的戏码好看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别以为我爸在病床上躺着，我哥哥去世了，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别忘了，我还是安家的人呢。我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，咱们集团虽然是姓安，可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们安家的客厅。行了，别吵了。 雪晴，蔷薇，我知道哥哥的死对你们打击很大，但是我的工作自有股东们监督。袁蔷薇，我是真把你当亲姐姐，我没想到你会联合安子辰欺骗我爸，伤害我哥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听我说，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觉得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 你手里只有3%的股份，你做事情之前一定要想清楚，安子辰心怀不轨，你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行了，你别假惺惺的了，袁蔷薇，你不配插手安家的事情。子辰。 我看袁蔷薇和安雪晴在天台上，你说她会不会吞掉安雪晴手上的股权？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。找了雪晴所有可能去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。
安子辰，你绑的我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，快跟我松开呀！我跟你说话呢，安子辰。姐姐，可以把股权给我吗？你做梦呢，安子辰！我当时就应该把你跟你那个下贱的妈一起赶出去。姐姐，你知道你为何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吗？ 你以为你是有勇气，其实你就是傻。就凭你也配跟我斗？安子辰，你真下贱！姐姐，姐姐，对不起，姐姐，对不起，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姐姐，你为什么要跟我对着干呢？ 我们毕竟是一家人，你快把股权给我好不好？这样你还是我的好姐姐，还是安家的千金，你的生活和以前一样，好吗？姐姐，安子辰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赶紧把我放了。 你赶紧把我放了！姐姐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不珍惜的。安总，有安雪清的下落了，在哪儿？在双家仓库，我把定位发给你。嗯，你赶紧报警，我们现在过去。 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前不该那么对你，你能不能先把我放了？姐姐，你把这个签了，我马上就放了你。安子辰，安子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为什么就不听劝呢？安子辰，你冷静一点。 安子辰，你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冷静，子辰，你冷静，放开他！你还活着！哥，救我！退回去！我不过去，你放开他！子辰，你做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。看来你失忆已经好了。你们合起伙来耍我，子辰，只要你放开雪清，我们还有的谈呢。韩雪虎。 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赢了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输赢的。你当然不用和我争了。你从一出生开始就什么都有了，你怎么会懂我一个私生子的感受呢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件事就是衬托你有多高贵。好，是我不对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好不好？子辰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一辈子都活在你爸的阴影下，是他让你卑贱、作恶，活得像个私生子。